我的要求就是要突破自我，要把自己把强变更强。我就看他们这样跳得很高啊，可以这样摸框，这样摸板子，我也想成为这样。因为我那时候我没有车，然后教练给我的单车的时候，叫我练球的时候都骑来这样，这时候我就改变了，就是每天都去练球这样，有时候也跑步这样，就绕到这个电线杆再回来这样跑到家里。想说啊，尽力就好了，因为比赛本来就有输有赢，就过程我比较在乎。我做一个教练带这个不是科班出来的，不过比赛到这个程度算一个很好的过程。